我说你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找你呀，有大事儿。说。我要结婚。好事儿啊！快跟哥说说，看上谁了是？我谁也没看上。那你要嫁给谁呀？关小菊啊。都说了800回了，人换老板他不同意。哎呀，哥，你再帮我去说说嘛！我告诉你，我非换小菊不嫁。我劝你死了这条心，咱妈那关你就过不了。妈过些日子不是60大寿吗？咱们请万小菊过来给妈唱一出，到时候呀，我当着万小菊的面亲自跟妈说。我劝你别说。为什么？咱妈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这是要闯大娄子的。